往哪边先做一些移动。哇，徐继红这一棒打得蛮深远的，不要看啊 ，Home run！ 哇，见一次打一次啊！徐继红在今年球季第八发的全垒打，一棒追回了两分。哇，他真的很会打费力士，这已经是双方我们看到九支七了。厉害啊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而且一打出去你就知道这个距离绝对是一发 home run。 面对到许基宏，其实应该说这两个打击狮头的状况真的太明显，不管是曲球或者是变速球，真的一狮头来讲的话都是打者攻击的机会。许基宏今天算是一肩扛起了得分的重担，三分打点通通都是他打的，真的有克星啊！一生监督你一人的系列，除了林奕豪之外，洋将菲利士也要写进去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允二，好久不见啦！现在虽然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只能坐在电视机前面为中心兄弟加油，但是我们呢，一定要充满仪式感，撑起你的防身阵喽！拿起你的小棒，一起为中心兄弟！